今天的话是2023年的1月3号，礼拜二。好，这个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在吃晚餐。那我们看一下爷爷奶奶的晚餐吃什么好了。惯了，一大包我用包包。这个是奶奶的晚餐。嗯，奶奶。然后这个是爷爷的晚餐，爷爷的晚餐，哇，有啃骨头，好厉害。啊？我就是有点你没做，有点不。不，你吃得好，你吃得好。你吃，你吃。别啦，你吃得好，我看你吃得真欢喜啊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晚餐，哦，爷爷刚刚在吃这个猪脚，爷爷很喜欢吃猪脚，吃肥的。然后这个是杭州鸡吧啦，红烧鸡肉，然后还有饭，这个应该是安妮炸的这个茄子，他很喜欢吃炸物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吧。OK， 这个就是爷爷奶奶爸爸，啊，今天吃的晚餐，简单的记录。好吧，我定了。哎，你有空来用啊？你收什么？好好啊。有空聊哟。哎哎，好好好。